关系越陌生，忌讳越少；关系越熟悉，忌讳越多。跟外人相处，你不用考虑对方有什么喜好、性格、需求等等；而跟熟人相处，你就需要考虑对方有什么喜好、性格、需求等等。因为你知道，是否得罪陌生人影响不大，而是否得罪熟人就会影响到自身的社交圈以及生活的质量，尤其是跟亲戚、兄弟姐妹相处。 你会发现，跟他们的关系特别复杂，相处起来也特别麻烦。不是这里需要顾忌，就是那里需要客套，搞得头都大了。所谓的人情世故便是如此。跟外人相处没有那么多人情世故，跟熟人相处只会有一大堆的人情世故。跟亲戚、兄弟姐妹的关系，暗藏了这些人性的潜规则。读国学经典，悟人生智慧。欢迎订阅《酒窝谈国学》。就近攀比，各种情绪，越是关系亲近，越容易相互攀比。 因为人性有着就近的特点，有什么事都不跟外人比较，只跟自己人比较。亲戚的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，那他就会拿自己的儿子跟你的孩子进行比较，看谁的孩子读书厉害。他赢了，就会比中了彩票还高兴；你赢了，那他就会怨恨你。兄弟姐妹赚了十万，那他就拿你进行比较。如果你赚的没有他们多，那他们就会嘲笑你，认为自己很厉害。 如果你赚的比他们多，他们就会认为你为富不仁、不择手段。人性就是如此荒唐、搞笑。人与人之间本就不一样，为什么非要攀比呢？就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虚荣感。而满足虚荣感的最直接方式，就是跟身边人攀比，以求自己可以胜过身边人。在别人眼中，你的不幸就是他们感觉幸福的关键；反之，你的好就是他们怨恨你的开始。感情都是次要，利益才是重点。 《增广贤文》有言：“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不信但看言中酒，杯杯先敬有钱人。”人穷，哪怕身处于闹市当中，亲戚也不会跟你往来；人富，哪怕身处于深山老林，亲戚也会找到你，登门拜访。吃饭的时候，都是给富人敬酒，而不给穷人敬酒，这就是典型的以利为主、拜高踩低的人性。你究竟是富人还是穷人，决定了别人对待你的态度。 战国时期的苏秦还未发迹的时候，亲人们都看不起他。后来苏秦发迹了，执掌六国相印，权倾天下，亲人们都跪着迎接他，各种奉承讨好。对此，宋代宰相吕蒙正感慨：“苏秦本是就苏秦，昔日和陈金和亲，意思是现在的苏秦就是原本的苏秦。为什么亲人对待他的态度截然不同呢？就一句话：你有钱，别人就会把你捧得高高的；你没钱。” 别人就会对你落井下石，汤无盐不如水，人无钱不如鬼。关系越亲近，越涉及人情世故。相信我们都特别讨厌人情世故，但我们又不得不接触人情世故，尤其是跟亲戚、兄弟姐妹相处，无时无刻都要讲人情世故。亲戚今天给了你一箱鸡蛋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今天接受别人一箱鸡蛋，等于欠了别人一个人情，未来就需要找机会还这个人情。兄弟姐妹提着大包小包登门拜访。 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一旦接受了他们大包小包的礼物，就等于同意帮他们做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并没有无缘无故的好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坏，有的只是人情换人情的人情世故。一切关系皆是物质交换关系。你有利益，别人就会送你礼物，求你做事；你没有利益，别人就会远离你，就跟看到了瘟神一样。这。 就是无事献殷勤的人性本质。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情世故都不是来源于外人，而是来源于熟人。越是熟人，越有远香近臭的心理。常言道，窝里斗，外面怂。在一个家族里边，亲戚之间都会相互伤害、相互算计，可到了外边，就会变成鹌鹑的模样了，连一句硬气的话都不敢说。为什么人们都喜欢欺负熟人、占熟人的便宜，而不敢欺负外人呢？ 因为他们了解熟人，知道熟人的底细，就会趁虚而入。可以用四个字概括：远香近臭。对于远处的外人，由于不知道别人的底细，就会敬畏别人，认为别人是好人；而对于近处的亲人，由于知道他们的底细，就会表现出轻视、无所谓的心态。至亲之间也是如此。丈夫总是认为别人的老婆好，而自己的老婆不好；妻子总是认为别人的老公好，而自己的老公不好。试想。 连至亲都会有如此心态，又和谈事关系疏了一层的亲戚兄弟姐妹呢？有给就要有回，世上的任何人与人之间都是一场交换。譬如夫妻，我爱你，需要的是你也爱我。单方面的爱恋很难维持感情长久，爱情也好，婚姻也罢，最好的过程是双向奔赴。有的人说，世上最无私的人就是父母。父母固然无私，但父母也是人，也有心中的渴望，也并非完全无私。 父母含辛茹苦把儿女养大，也期望儿女给他们养老送终。即便不给他们养老，至少人活一生会有儿女给自己找一块地方安葬吧。父母如此，何况手足兄弟姐妹的分开是一场必然。尤其在他们有了儿女以后，当兄弟姐妹各自组建家庭后，本质上就已经不是一家人了。但那份亲情还在。与普通人的交往不同之处在于，这是带有亲情的礼尚往来。有的兄弟姐妹，哥哥一味付出，弟弟一味索取。 即便哥哥心甘情愿，嫂子却有可能不满。人与人的矛盾很大一部分因为人心复杂，每个人不止扮演一种角色。他是哥哥，却也是爱人，是父亲，所以互相间的平衡很重要。哥哥做出了奉献，弟弟要懂得感恩。任何感情一旦失衡，人心也必然失衡。因此。 亲兄弟明算账，并不过分，只是彼此之间能够有一份默契，能够互相体谅、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。往往四分五裂的亲情，都是因为有的人付出太多，有的人太自私造成的。给的越多，越成为理所应当。生活中常常存在这样一种亲人：你明明付出了很多，他却丝毫不在意。你忙得满头大汗，他们坐在一旁喝茶，即使看见了也假装没看见，就好像你应该任劳任怨。你花了成千上万。 他们觉得理所应当，他们把你的慷慨当做一种傻，却忽略了你是为那份沉重的亲情慷慨解囊。你自己不舍得吃一口喝一口，却全都换成了他们补足营养的美味鸡汤。当有一天你一贫如洗，你去这些所谓的亲人家里讨一口饭，他们把几口剩饭丢到饭桌上，用极其不屑的眼神看了看你，言语里充满了嘲讽。你这才看到人心最冷漠的一面。 常言道，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。千万不要觉得本自同根生就会都有善良的操守。有的人像爸多一点，有的人像妈多一点。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，因为怀揣不同的想法，因为不同的角色、不同的成长经历以及未来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，人自然而然会发生很大转变。突然有一天，你会发现，曾经的兄弟姐妹，所有人都变了，变得那么陌生，变得那么冷淡。 这种改变让人措手不及，让人倍感无奈，让人无法接受，让人愤恨不满，让亲人渐渐疏远。斗米恩，升米仇。民间有句老话叫“斗米恩，升米仇”。人在年幼无知的时候，总以为只要付出真心，就一定能收获实意。当人步入社会以后，遇见的人多了，经历的事多了，才明白，不是所有的给予都能换来一份真情。有的人，你给的越多，他越觉得你有所企图。即便是亲人，也会这样想。 其实你企图什么？你只图一份常情。有的人，你给的越多，他会越贪婪。突然有一天你给不起了，他就觉得你变了，你变得对他小气了。他却丝毫不在乎你过得好不好，不想想你经历了什么苦难。这世上的亲人无非分两种：一种永远看在亲情的份上，一让再让，永远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，坦诚面对自己的亲人；另一种则是永远以亲情的名义步步为营。 一边接受着亲情的馈赠，一边嫉妒亲人比他过得好，永远肆无忌惮、有恃无恐。最好的兄弟姐妹情就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。一个人过得好了，其他手足也会满心欢喜；一个人过得不好，其他手足则共患难。可是这个世上究竟有几人能做到？大多数人最多也就是学会了各自安好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淡然一笑，笑看人生，好好活好自己，内心坦坦荡荡。 保留一份纯粹，理性看待亲情，凡事做到适度，不必穷尽所有，却也力尽所能，无愧于心就好，各自安好就好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